各位午安。午安。好，我们后面那两位是徐妈妈的儿子跟媳妇嘛？好，我们欢迎他们两位。龙潭的徐妈妈哦，已经过世，今天来跟我谈有关妈妈的事啊。还有我们那边是也从台东刚搬来没多久的冯先生，好。还有我漏掉的吗？好，我们知道讲到天主要说要懂天主多少嘛，不知道我们了解天主多少。像圣最出名的圣多马斯是我们教会，还有权威的一位学者、神学家、哲学家，他写了很多的书有关神学、有关哲学，怎么从哲学引到神学，然后引到天主那里，让人能看得懂天主是什么。有一天他在祈祷，他祈祷的时候他就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，多马斯，你写有关我的呢写得很好，你写得很好，那是天主在赞美他。然后过不久他又开始生活操吧，他就看到天主，天主就让他看到天主是怎么样。后来他醒过来，他醒过来他就把所有他写的书全部丢掉，他的修会看到哇，这个多马斯怎么把书全部要丢掉，他就回答，他说他所写的天主啊，只不过是沙滩里面的一粒沙而已，他还不能完全写到天主那个样子，说他写的这么渺小，他形容天主只不过这么一点点而已，可是对人类来讲他已经很伟大，能写这样，能形容天主这样，这已经算是很特殊不多，可是他用人的头脑会形容这样已经是了不起。可是当他看到天主那个样子，他觉得他所写的几乎都是废物，没什么，不值钱。所以我们看今天讲耶稣讲一句，先知以赛亚所写的是今天应验的，是从耶稣出现跟以赛亚那个时间是1000多年、2000年，很久时间，先知们开始讲耶稣的事。所以天主的计划，让耶稣出现之前，让多少代的先知们在开始讲有关耶稣会出现的事，花那么长时间，也没有多少能体会。到现在还有的人他在等待末西亚，还不懂耶稣讲的不是以赛亚先知，不是前面的多少先知们所预言的耶稣的出现。所以各位教友，如果发现我真的不懂天主的计划是什么，不要难过，连那么伟大的圣人圣多马斯他还不知道，他只能那么一点点，那何况是我们。不用难过，只要相信，信仰是靠信德的，不是靠看到证明，不是这样。看到奇迹只不给我们鼓励，增加我们的心得而已。我们看
耶稣在的时候，在多少人面前，耶稣做了奇迹？可是有全部的人会相信吗？还是不相信呢？如果他们全部相信的话，那为什么司机啦，那些法利赛人把耶稣抓着去给他们钉死呢？他们都看到、听到，或是回来给他形容过耶稣怎么做，都看过、听过，可是他们还是不相信。所以如果现在说我们要求有个奇迹在我们生活中，我们确定我们会相信吗？还是把它做只是巧合呢？仔细，有时候我们仔细反省一下，我们的生活里面发生很多奇迹的，只不过我们不认而已，我们不认这个是奇迹而已。常开车的人会常体验到，就差那么0.多秒就差不多了，有没有？真的是会体会，真的奇妙。就嘛0.多秒，只要我按习惯我的动作，我就完了，就刚好那个时候就没了。所以信仰就是用我们的生活去体会天主的存在。